奇怪，本来是一大白陪着患者来就诊。往下看，这是什么节目？一、二、三，蹲着、站着、走着。照相这会儿挺累呀。哎，这画面挺温馨。赶紧的，我得换个角度拍，一会儿人家进屋了。哦，不行，还是你把相机给我吧，我来拍你们吧。你过去看看现在那患者什么情况。特殊时期两辆警车护送，估计这小姐姐这个病啊没看就好了一半了。护送成功，走，继续等待下一个任务。再来看这个，又是传统的项目，爱心接力，车的倒档又坏了。但是这次爱心接力不一样啊，你看到了吗？有一辆电动三轮车停在旁边，哎，但人家就是不用，就是要玩这套感动，玩的就是这套正能量。你感动了吗？又排好队，重新来一遍。哎，咱就是说这戏得演到位，照片得拍好，真是无语了。哎呦喂，无语死了。这是在演戏呢还是在消毒呢？一遍一遍的重新来，真的是很醉。这套玩意儿那就更让人无语了，就连一个送菜的外卖员都要找个角度反反复复拍上他几遍，要让全国人民都看见。哎，上海无论是外卖还是快递都一切正常，大家不要轻信网络谣言。哎，就是这套。有来了啊，摆开 case 啊。看见没有，摄像机已就位，又开始喊口号了。你说有喊口号这个时间，这帮人不能多送一栋楼啊？不比喊两句狗屁口号有用吗？整天还为人民服务呢。